Super Earth, our home. Prosperity, liberty, and democracy. Our way of life. But it doesn't come free. It is every man, woman, and child's duty to protect our home, our culture, and our families. Why not make the most important decision of your life? Make the safety of your family a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prove that you have the strength and courage to be free. Join the Helldivers. Travel the galaxy, visit the capitals, meet unusual people, and represent the Federation. Secure the resources we need to preserve our way of life and create a future for Super Earth. Spread managed democracy throughout the galaxy. Become more than you are. Become a hero. Become a legend. 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头 Oldman。今天呢，来玩这一款游戏，叫做《绝地战兵》哈。刚刚你们看到这个前面的预告，也是有看到这个游戏的名称的吧？就叫《绝地战兵》。那这款游戏呢，我有看到这个玩法，好像以前那种电影哦，《星舰战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星舰战将》啊？就一堆阿兵哥去外星球、外面的星球去打那些昆虫。昆虫大军哦，那个已经是老电影了。不过我真的觉得很好看，而且那部老电影呢，也出了很多相关的游戏哈。那这个游戏就跟那个星舰战将很像啊、哦。那这款游戏在 Steam 上面发售哈，然后呢，之前有出过一个免费试玩，我没有玩到，有点可惜。但是呢，老头现在把它买下来了，想说玩一下，而且是压倒性的好评啊、哦，评论不错。听说这款游戏还蛮浓的啊、哦，没关系，我们就来稍微试玩一下啊。如果玩上瘾的话，没有意外可能开一个直播跟观众一起玩吧，或许啦，好不好？就先这样吧。来来来来，游玩啊，鹿仔中试玩一番啊，希望呢可以有一个不错的游戏体验啊。绝地战兵训练基地2403，哦，这个剧情模式，呜、哦。哎呦呀！哦，就到就到就到妈的，很吵很吵，哈哈。好，新兵老头，我是指导员哦。这样训练你并准备好战斗部署，你有11.89%的几率在训练中死亡。我真的很不喜欢这个声音。妈的，吵死人了！好，唤醒，按住一唤醒，行，我已醒来。哦，正在受训中，新兵训练。哎呦哎呦，很可以哦。中，靠腰，啥小啊？哦。所以说，趁现在赶快按住，不然的话失血过多会死亡，可以自己自救就对了。避免人员伤亡，必须从小队成员协调开火行动。你必须学习如何使用你的手枪，按住一或者是滚轮来分配你的 P2 和平制造者手枪下面三个目标。换手枪，我没子弹。Reloading， 开始处分，准备接受休克症战交易。靠呀！干我需要呢？不小心的在那边哦。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死亡率很高。按住 Ctrl， 拿出无线电，使用 WAS 输入补给组合。按住 Ctrl。输入一下召唤战略补给啊，下上前，有了
新兵老头现在配有战略配置讯号了，按住左键放开，便以投掷标示器。丢。一个绝地喷射舱已经从上面下来了哦，子弹哦，他娘又下来了吧？他哪时候下来？哦，看到倒数计时。哇吼！捡，捡，啊，整捡一个，钱，这里，呜呼，来了，哦，他自动攻击，他自动攻击，很可以，靠背啊，我不是卧倒了，还会被打到，哇塞！是超靠背的，我快死了！快点，快点，快让我起来！我在抽蓄了，好，起来了。恭喜你，你现在可以模拟执行绝地战兵的任务，任务完成是你被接受为绝地战兵啊二阶兵的最后一个步骤，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实地演练了。这是实战。哎，我不是打他啊！找出两个目标后回返基地，按下 Tab 键寻找最佳途径。注意事项：你已经被颁予 NG94 机关枪的战配策略了，你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要使用召唤支援。是哪里啊？左边跟右边？下面这边有一个启动高空导弹。摧毁虫族老巢，虫族老巢应该是上面这里，没有翻滚哦。行嘞 ，reload， 来了，地狱火烧了他，你们要烧的意思啊？有嘞有嘞，哦。哈哈哈！太远了，啊，不是太近了，干我直接被炸死。我以为躲在那里就可以了，欸，太黏黏的啊，这什么东西 ？Oh my gosh！ 有，剩下倒数30秒，我们就可以回家了。死给！整体下来玩起来不错，欸，个人觉得蛮赞的，虽然我一直吐槽。C 内来了来了来了，靠腰，到底在干嘛？哎，这游戏怎么是这样子，恶意满满啊，大哥，你这样不 U 啊？我又莫名其妙死了一次啊！好哦，我觉得难过。我真觉得难过哦，我变二等兵了，绝地战兵很好，继续。我想要先顺便玩最后一个。哦，我终于加入了绝地战兵了，我已经是合格的战士了。耶，yeah ！哇，我有斗篷嘞，帅气！是什么东西啊？攻击创光者祭坛。哇哦！我在等级一而已，欸，完蛋了！我有种不祥的预感。这边的外星人超屌了 ！Rio！ 哇，这么的硬！啊，这个没有翻滚吗？Oh my god！ 一下都没子弹的玩屁啊！解决你！外星生物，子弹。哎，欸，靠北，我在看左下角的东西。What the fuck？
好了，没命了，不玩了。任务失败，什么都没有拿到，耶、yeah! ！重大威胁，有两颗星球，角速二弯，去角速二弯看一下任务一。哇，行哦。任务即将开始，占领区域。好，空投的地点哪里比较 OK 啊？我决定就是这里了。战略配置补给，这个是什么？空投炸弹 ，NG494 机枪。哦，迷你炮台，好了，带这几样就好了。这个应该是比较正规的任务啊！刚刚我跳的那个有点太难了，直接 GG 思密达。哇，这生化人吗？哇哇哇哇哇！僵在这里，有点母汤。生化人。哇哇哇哇哇哇哇！降到这边，马上进入对战，马上火拼。呜呼！哇，都敌人，都是敌人啊！深着点，深着点。太危险啦，最后一条弹夹了，一直来啊！干什么东西你们？结束了吗？左上，左上。这可会炸掉啊，好奇。这个炸不掉，这个炸不掉。这家伙炸不掉啊！他也没显示血量哎。我看他们都来了，主要是占领这个地方，以占领这个地方为主好了。补给，通讯已阻断。完了，我们通信阻断，我们占领在这里。叫一下补给，补给，补给。我要没子弹啦！快给点子弹啦！哇，来越多！快点，装装装装装！哇，这很刺激的这个，哇，受刺激了，哦 ，Oh my gosh！ 我觉得我还是乖乖站在这里好了，你看那占领中没办法占领，然后下一个塔在这里好了，跑太远就没有占领了，有有有有有，帮忙一下，帮忙一下。碎了，碎了，任务已达成，这算成功了吗？好了，我要撤离了，超简单任务。哎呦，按错了，样本剪一下。Go go go， 这什么？哦，这撤离用的呼叫运输船。Yeah！ 死吧！射死他们！啊，弄到我啦！我要死啦！哈哈哈哈！快点，快快！哈哈哈！好笑！
嘟嘟嘟嘟嘟嘟 ，Yeah！ 快点啦！哇，这真的要等很久哎，至少一分半哦。那我就尽量掩护一下，找掩护，他没发现我，好爽啊！躲草丛里面吃个教条。你想干嘛？你想干嘛？爬爬乐，爬爬乐游戏。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Surprise！ 哇哇哇哇哇哇哇！完了完了，被发现了！快点，运输机在哪里？来了 ！Yeah！Sorry, bro. Bye. 好爽啊！耶！不过还是不够啊，有没有？我们这边还是很少。好吧，我们今天差不多新闻到这里结束。我个人觉得这款游戏呢非常适合多人哦。那我其实是有点担心啊，多人影响游戏的整个平衡机制哦，是有点怕。因为毕竟我觉得这游戏如果找观众玩，然后或者是跟朋友一起玩，朋友装备太强了，整个前面都在碾压，其实就觉得会失去游戏的乐趣哦。是不希望这样子啦，是不太喜欢这样子啊。好不好？算了，不管了，今天就先到这里结束了、哦。那希望呢，大家会喜欢这一次的这个试玩啊。如果有兴趣的，自己去买来玩。这个在 Steam 上面有在卖，好不好？那么今天先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喜欢片的左上角个订阅，右下角个喜欢下方留言。我是老头，我们下一集啊有机会绝地战兵再见面了，拜拜。